身份认证通过 HG037 号欢迎。 OK， 我进来了。一切顺利，正在搜索和喵。我找到了一份和光幕有关的资料。我看看。海兔，我找到了一段语音记录，是和密钥有关的。不过这份录音损毁的比较严重，而且声音也经过了特殊处理，我尽可能还原出来，你听听看。我反对，现在还不到时候。胡狼，你想玩小手段，却被人反将了一军。这是你们神城自己的问题，不是让我们两家毁掉密钥就能解决的。没错，你已经没办法再出现在公众面前了，但这不代表你没办法控制神城科技。神城发明了那么多稀奇的东西，让你维持活着的状态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对，我不同意在这个时间点解除光幕，但毁掉密钥和不使用密钥，这是两个，我们还要为未来留下足够的可能性。当然，我答应你的请求，我们可以帮你保密，这是为了天穹，三方的平衡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建立，谁都不想先动手来打破它，对吧？地下33层，的确是个好地方。地下33层，密钥就在那里吗？还不清楚，但这份录音里确实同时提到了密钥和地下33层这个地点，可能性很高。根据蛇眼提供的情报，神城科技的园区下面的确有着相当庞大的建筑空间，而密钥的位置则是在地下33层。你那边能看到那一层的监控画面吗？不行，从地下20层开始，他们用的就是另一组内部网络了，从地上根本黑不进去。只能摸黑下去看看了吗？通往地下的电梯只有一部，位置我已经发给你了。电梯就在 TG3 巡逻的区域附近，行动时小心一点。哼，那一东西现在就是个养了火的炮仗罢了，根本用不着担心。要是他还敢来拦我，那我也不介意帮神城把这老古董给拆了，然后打包送。
警告，前方为一级保密区域，禁止进入。警告，前方为一级保密区域。一堆破铜烂铁，别挡我的路。目标锁定，发呀！呀，大意了。我进电梯了，你那边情况如何？暂时没有异常，小心一点，太痛。我总觉得事情没有那么……屏蔽了地下的无线信号吗？没办法，我先断开连接了，稍后再联系。这里就是地下33层。双向验证的动态信号锁有点难办，不过难不倒我。终于搞定了。
朵丽莎。他也在观察周围的环境，他不熟悉这里，也就是说他也不是神城的人，那么他出现在这里的可能性就只有一种了，密钥。他也是为此而来的，但他是谁？你不该出现在这儿。那是我要说的话，武士。不会让你先得手的，武士。在下乃是忍者，并非武士，刀兵无眼，见谅。目标锁定，发呀！目标，我们被发现了，骇客。哼，你还真有脸说啊！忍者，按照原本的计划，我早就已经离开这里了。当然，我原本的计划里可没有你这个搅局的人。在下的计划中，同样也没有你的位置。哼，那看来咱俩还真是都有过倒霉的。嗯，在下明白了。啊？你说什么？等等，你在和谁通讯？密钥暂时可以留给你。啊？你还有五分钟左右，想办法带着密钥离开。还有，你的那种能力很危险，不要滥用。喂，你给我等等！我们会再见面的，骇客。不见了，搞什么超能力战士吗？刀上带电已经很离谱了吧，居然还会瞬间移动。 Blatt， 那家伙说得对，不能留在这儿了，得赶紧离开才行。不能坐电梯，但这附近应该还有安全通道。 Trackers，Trackers， 集中火力。海兔，海兔，太好了，信号终于回。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清楚，总之肯定还在地下。不过你放心，密钥我已经拿到手了。你还有心思去管密钥？神城科技的警报都已经响了快五分钟了，一公里外都能听见。总之你先把定位打开，我来帮你规划逃跑路线，应该还有机会。不行，打开定位系统的话，神城会比你更快找到我的位置。
同时他们也会锁定到你的位置，然后嘣，咱俩就都玩完了。外面全都是神城的警卫，不这么做你还能有什么办法？有是有，就是有点风险。等下我这边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要在意，按我说的去做就好。什么意思？我已经做好准备了，一切都还在计划之中。目标锁定，发呀！
Boom! That! Time to say goodbye.怪盗六法，开！Thank you.
不痛不痒。呀！雷玉丸，不痛不痒。不痛不痒。
疗效吧。雷玉丸，快！哎，外道六法，开！你点的外卖到了。目标锁定，发呀！想听听我的新计划吗？除了战斗之外，让我们一起去搞波大的吧。Valkyrie System 启动。见了，双向验证的动态信号锁。